创意说话110年度全国学生犯罪预防漫画与创意展演真正活动颁奖。今天的主题啊，包括了反毒、反酒驾、反贿选，还有反诈骗、防止洗钱等等的一个主题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大家的目光移驾到我们的影片这里。被车祸带走，所以我们想由动画来表达出酒驾的